大家好，我哋系高级二班嘅小朋友。等我嚟介绍下我哋嘅设计文件玩意啦。开始嘅时候，我哋家姐要家姐都要玩嘅玩具。原来爸爸妈妈中意玩嘅玩具同我哋有啲唔同噶。所以我哋带咗爸爸妈妈都要玩嘅玩具翻嚟分享，充满活力的玩家玩意。哇！我捉到个画纸啊！一慢玩转转下，好得意啊！睇下边度转得多啲先，就计彩彩的玩家玩意。我哋比赛下，睇下边个可以拍反个纸包。我哋就快掉入个桶度。你想用咩数字啊？任主任仲教我哋接飞机添啊！一二三飞。等我帮纸娃娃设计连眼衫先。哎呀，唔可以唔着衫噶，丑死怪啦！贴纸仲可以有唔同游戏，好似可以接飞镖，仲有东南西北天。除咗贴纸，仲有其他就地取材嘅文家玩具。王校长，仲有我哋烧饭点玩添？没有到过的文家玩具，包剪刀，包剪刀，包剪刀。好嘢，我做皇帝。我哋用脚都猜到包剪得啦，包剪得，仲有埋鹰捉鸡仔，小心唔好俾埋鹰捉走啊！以前游戏都唔使做噶啦，你睇我哋用影子做多唔同动物甜甜咧。踩影子的游戏都好好玩的，文家玩意咁好玩，我应承你，我哋咁小屏幕时间多啲玩游戏。为了等我们认识不同的文家玩意，爸爸妈妈带着我们参观文化博物馆，里面有很多不同的文家玩意。我最喜欢就是这架车了，不知道爸爸妈妈有没有玩过这些玩具呢？其实还有现在的玩具玩的，你看我们玩得多开心。探索画纸，不如我哋试下唔同嘅材料，睇下画纸会变成点。毛绒球太轻啦，马上黑又太重，好危险喎。又咪真系睇好喎。紫蜻蜓起飞了，我哋折下剪下。就完成了紫蜻蜓了，
原来加咗万字夹，佢重心会向下，加上地心吸力就可以稳定降落，加上空气转动，所以佢降落会旋转。一二三，降落。拨浪鼓的声音，真有趣，活泼聪明，读下书，天天写字笑嘻嘻，大众一齐跳飞机，一二三到你。原来暗物撞击会产生声音，软淋淋就唔得啦，要有震先有声啊嘛。变色陀螺，原来画上不同颜色的排列，旋转的时候会有不同的效果，我们一起看看，你看看真的不同的。天地跳飞机，大众一起唱首歌，开开心心真有趣，活泼聪明，面粉娃娃，再加一杯盐，加少少油同水，然后就可以捞匀佢哋。再加啲颜色，就可以猜唔同嘅公仔啦。我哋合作整咗唔同颜色嘅面粉，咁就可以猜到唔同嘅面粉娃娃啦。你睇系唔系好靓呢？游戏是句子，爸爸妈妈陪我一起设计了一个游戏，拎返学校陪小朋友分享，大家玩得几开心。筹备文家玩意嘉年华，我哋即将开一个文家玩意嘉年华，所以要一齐布置下个话题先。我哋仲预备咗邀请卡，邀请大家嚟我哋寝室分享我哋学嘅知识。文家玩意嘉年华，天光叫会听到公鸡咕咕。终于到文家玩意嘉年华嘅大日子啦，我哋一齐入去睇下。好热闹啊！弟弟妹妹都嚟我哋课室参观啊！我哋仲介绍咗唔同嘅民间玩意俾大家添。今次嘅设计活动真系好好玩啊！多谢大家一齐分享我哋嘅学习成果，约定你下次再一齐玩。